是你第二次给我们买车了嘛？啊，所以你觉得我们的服务跟车 condition 怎样？很好哦，才会有第二次，很放心啊。是很放心啊，因为买了第一辆很满意啊。啊。过后第二辆其实都不用看了的，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加过 testing 过啊，也不懂你而且不接受啊，才去看车，不然就直接买了。OK， 就是这样子咯、很满意，很放心。很放心。